轰隆隆的引擎声，一辆辆赛车准备出发。这里是全台最刺激的拉力赛，而里头有一位赛车手，身份很特别，是位中医师。把麦的手变成专业车手，他是来自屏东的志哥，平时热爱拉力赛，连儿子对爸爸的印象都跟车子有关。记得爸爸最早之前，对啊，就是坐在他的车上，然后体验那个跑直线的速度感。这回不是亲自上场，爸爸替儿子整理好衣服，出发前还在安全帽上亲一下，表示祝福。儿子比赛，身为父亲很紧张，上场前还不忘指导，外加犀利的眼神，很难想象，身为中医师的他还拍过电视广告。哎，涛哥，等下吃饱两嘴饭，规暗拢来靠咖啡来提神。有几胜有轻松，平常看诊时亲切模样，已换上赛车服，瞬间换了人，冲刺转弯都难不倒他。其实很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面向嘛，我觉得工作是工作啦，然后这个运动这是我自己喜爱的事情。场下温情，场上热血。虽然本业是中医师，不过为了梦想付出时间心血，热血的身影也值得赞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